录影是他要闪。对，刚刚右上角没有到。因为左右下角的会到。嗯。奇怪，上面一直是零。那我的开了吗？还没开啊。按你。现在9:33。好，哎，笑。应该是吧。啊？
拉起来。第一天比较，有魔毯吗？好热哦，太热了，我摸在后面超热。好了哈，啊？头发？不是头发，是全身的、啊。好了好了，9:40第一round，坐椅子啊。缝起来啊、哦。待機位置で2列にお並びください。信号が青に変わりましたら乗り場位置の下にその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ストックは2本まとめて片手でお持ちになり、椅子が到着しましたら速やか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またお一人でご乗車の場合は中央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ご乗車不安な方は減速できます。干嘛？它的动子滚很低，因为它起出去的时候很低。没有出去的时候很低，是它帮我们把椅子抓住，所以让你不会 K 膝盖。你可以过去一点吗？你手为什么要洗掉？因为刚好左边肩膀被撞到。哦，是哦。嗯。嗯，我看这样，盯着这边看。所以撸进去那雪板是要插哪？插路边啊，这边插，这里很 free。就是这里，你看。我妈，我太热了，我脖子后面超级热，那个马尾一把在我背后，很热。嗯哼。就是这边下，这样回不去啊，这样。要爬这一小段走过来，再滑回去。假设是回来，他是为了弄这一区，所以把那边的汤咖喱关掉了。应该也不是哦。应该是那些就不签约了，因为你看哦，其实那些店家也都不是常态型的开。然后就是一到了冬季，就请几个工读生，主厨一个，还是老板自己来开，就这样。然后冬天一过，毛毛。没有云也会下雪、啊？没有云的雪。不是下雪，是风吹过来的。哦、例如说那个。没有云哪来的下雪、啊？好热哦，下面啊。树上飘下来的吧，你看这里就有。可见你看树上的那些雪还是粉的，所以微风吹一吹就飘过来，粉粉的，希望是。蔡俊阳说：“小弯真的不要穿外套，很热。”反正你讲了他也不会听。小弯就太冷。一样啊，
你们家族系列就是这样啊，你从你奶奶开始。就一样啦，其实我们家也一样，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啦，那不相信就不相信，然后每个人的判断力会逐渐的成长，不然你不觉得别人逼你吃饭也是吗？他觉得你会饿，那为什么不相信我自己判断我自己不会饿？一样意思。那真的有鸟在住吗？你说那小五角做了两个，不止，说我每棵树都有，我只看到两组，哦，第三组都有，前面也有啊，那也不算多啊，没有到每棵都有，这个也有，间隔都有，观察一下路线，高的也有，就是啊，它就是左边这样直直下来太斜的话，你看这个横的就是那种最不斜的路线，对啊，然后它会绕，它会绕到那个。那个什么，欸，这个好像根本没人在滑，全都是厚雪，这种厚度无法前进。嗯，这个就是正规的，就是这边右边这边也算 ski in ski out， 比如说他在那里把雪板放着往下撸，可以一路撸到那个缆车。这条路线是有的。嗯，那我们要走之前往下滑的路，还是要探超级缓，然后有到这边来的路？到这边来要干嘛？没有干嘛，就是超级缓，所以可以探过之后，可以带你们几个他们滑一次。好，嗯啊。那我们先来超级缓好了。嗯，反正热身呗。反正第一滑不求抖。但是依照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联络道也是会怕的。哦，你说联络道冲很快，就是速度而怕。对啊，其实就是速度啊，然后你又会觉得不想要往。那天打哭啦回来的时候冲超快，我超怕的。啊，那也还好吧。有啦，有一冲很快，很可怕哎。很可怕吗？所以我们要走右边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要走右边。嗯，这有右边吗？没有吧。没有吗？右边就不是路啊。好像不是路。我不知道。通常是左边啊，哦，左边，然后接着可以转折啊，接着转弯转去那边啊。我现在手有点太紧，那个绳子弄太短。超不陡的，超不陡的。还是会紧张呢，还是会紧张呢，那就往左边吧，还是直直下，左边就是探路，直直下就是我们上课的路，还是直直下好了，滑过的路比较不紧张。
要坐哪边？那里怎么有个椅子啊？那这是，就是雪都被刮掉了，原来压好的雪都被刮光了。对啊，是啊。不要再放先放放放了，因为我想要挤一点。好吗？等一下啦，这里好低哦。你先好了，可以了。其实这个棒棒还好。好啊，就我觉得帮忙他们探路，我觉得不用探的，因为这种刮的光光的那种线啊，在窄的时候会让人更害怕，但在宽的时候就还好。窄的时候你就觉得刮刮刮。那说不定大家没滑联络到，联络到反而是松雪他们滑起来。那是下午好不好？好，可以。但是下午可能就会刮得更光，他们会不行。我觉得宽的面比较好。双雪还是真的？是啊，好久一阵。你说什么？他们现在。怎样？那跟他说啊，不要吓他，不要说雪有点硬。干嘛？他们不会觉得雪硬啊。你要跟小叮当比的话，就差不多而已。那是我们去白马滑过才会这样觉得。像这里，我就觉得。你觉得他们会紧张？连我都会有一点。因为这种那个速度是还，速度它会逐渐加快，但是我这是很丑吗？还是你在看？就一般般啊，我不会丑。我蹲着，好像没有。等一下都可以看了，我一直跟在后面。票都放在右左边，他也看不到，他看到吗？不知道，而且我朝左，我没有朝前，我来转一转他。我给他转一转，我觉得朝前比较有。因为他的人在右边。对呀、啊。所以他的人在左边。这样好了，因为我是要小心，朝自己都看得到的地方。好大方哦，六日见。啊？好大方。他本来那种住一天的啊，他也就让你花两天，你知道吗？啊，这很大方啊！我鼻子有
我、哦、出来了吗？没有，完全没有。我自己觉得滑下来，没有吗？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好像蛮斜的、啊，而且你看左右那么短，然后对于初学者来讲，右半步是滑一次看看，不敢过去的。我知道我会滑，我只是解释给你听。右半步是不敢过去的，然后就只剩一半可以滑，那只剩一半减速效果有限，最后就会变成大八字。嗯，不过大八的话很安全。好了好了，那我修正，是如果不大，如果我硬要左右转的话，我就觉得这有点恐怖。钻不进去了、啊、这里面都有进树林又出来的痕迹，但是这中间这段进不去的，这也是从上面钻进去的。这包雪松不松？应该是松的，因为它直下，直下表示雪的阻力会可以阻止它。拿起来好了。哦。哎、欸。你看那边就都是雪一直往下掉，树在下雪。很平缓啊，我知道啊，我在看这个雪人欸。你现在才知道这样讲。对啊。因为它比较窄，你知道吗？不过严格讲，中间都有平的地方停下来，所以还好。它每加速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平的地方。所以你会建议他们滑这里吗？对啊，一样有斜度，不如去大的面，大的面比较会不会紧张。也不是，是他无法控制，不要过去了。哈哈，他看我路过你的房间，他没有把你踹倒。那没有啊，OK。OK。
走吧。要不把它剪成杖？不要不要。真的吗？对，它站起来就要花很久了。我们先走吧。为什么雪场不是要互相帮忙吗？啊，是吗？没有，它是从比较陡的这条线，它不大能控制速度。你好慢哦。这样卡好累。当然是右边啊，让我先走，我在后面刹得好累，我们大发在刹，这种面都直下就算了吧。那要去做快的咯。好，拍个照。走了。你说什么？还在租房子吧？缺乏速度。盖的，自动盖的。注意你的大腿。我知道了，我刚刚就说它知道。有棒棒就算了，它自动盖，自动盖比较恐怖，停不下来。看的到底是哪个穴道啊？我们不是两个穴都看得到吗？所以我们看的是这个正面吗？不会抖啊！你看，你看，我们是从一堆人坐着的地方右边下来的，所以这段其实真的很不抖，对不对？嗯，对不对？嗯，下半部一点都不抖，上半部越来越抖。等一下我们会滑这个的上半部。然后一下来之后往右边走，然后中间有一个那个挑战区，有没有？一堆人在滑，变成快变成馒头的那一区，
直下的那一些。有啊，这里真的一点还不错了呀。怎样怎样？你在看手机吗？对，嗯。如何？状况如何？之前好像都没贴，现在都有说餐厅混杂状况。他现在很改新的，都有电子化了吧，所以都知道。不知道那个有没有作假？有，那是真的吧？就是咖喱有在等啊。有空位，结果一去，哎呦，那种事情差一点点。对啊，我觉得差一点点。现在几点？我没看，十点多一点吧。那要不要去物业平台看一下？这边上去物业平台？你这边不是，这边下来往右转就可以去物业平台。哦，好。对啊，这次滑下来刚好就可以换路。对啊，我知道怎么换。只是这边比较陡，要小心欸。没有比较陡，这边一下来是联络道，很缓。我不记得了，我真的没有研究路。一上去有。一上去有左转跟右转，左转就是比较厉害的，右转就是联络道，所以我们一上去都会先右转。好，联络道啊，你看就是这条联络道，就是这条。哎，这条路越滑方向这里，所以我们之前最后一道也是滑这里。有啊，黑黑的，有点恐怖。哪里黑黑的？它应该很轻吧？很可爱。它很轻吧？它是香菇吧？很可爱。这不是联络道，这是有人自己撸下来的。他自己开吗？会啦。会吗？会啦。不会吗？会啦。因为这个是被他压住的。拉不开。是被他那个机构挡住的。会啦。我们有在这里拍照啊，就是雾雾的照片。其实我们可以往左边滑，不过为了安心起见，先走右边，而且。你就穿啊，看你要不要躺进去啊？那是上面，侧边应该很暖吧？我不知道。你要躺啊？那要不要录影？你先脱下来。那你等我，我也来录一下。你看都没人，因为那些高手急着排这里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滑去雾音平台那一边，然后那边的人就更少了。
要去躺吗？有人躺过哎、欸。我要躺，有人躺过了。那两个人躺过。好了，那你等我啊，我还要移动哦，你不要太快哦。而且你站到那个沟里去好了、欸，搞不好你一踩会很深哦，小心一点。要 ready 哦。好，开始录了。嗯，满意吗？不能躺太久，容易感冒。快你，快你！我不用啊。你不是说你也要？嗯、我的好皱痕，这个有。没有，你有衣服的皱痕呢，你有没有？站着就晒了。好的。啊，你鞋子扣你扣好了。我们那时候就停在前面这边往下拍啊，然后那时候太阳角度也差不多这样。不拍哦。嗯，滑过去一点拍好了。风在吹，这什么？有谁吃东西？对，没看巧克力脆片，算了，去前面那边拍好了。啊。太远了，哎、欸，不远不远，这里刚好。差不多吗？没关系啊，我刚是没停下来啊。我觉得这也不错，只是有一条红线而已。好了，走吧。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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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然后呢？然后前面要往右边去。哪里？好了，所以这边比较陡一点，然后接着到现在比较平的地方往右。那边往右，下面才要往右，不是上面，是下面。嗯，哇，不大想，两个 club mate， 先他们下吧，我们先一点下吧，不然会搞很久。走了。